我们现在呢位于库尔斯克，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罗斯政府在库尔斯克所设立的这么一个救灾的地点，还有呢为灾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节目。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Приятно.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Прекрасная. Да. Вы что делаете здесь?Мы солисты Кур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филармонии. Сегодня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десь, чтобы поддержать Красный Крест и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пришли к нам на концерт послушать наши песни. Да, какая песня была петь? Буду петь сегодня рус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песню «Улетел чечетка». Ситуация не так хорошо сейчас. Как вы это сейчас?Все горожане мужаются, мы не поддаемся панике, надеемся на лучшее и верим в лучшее. 目前俄罗斯19个地区共有150多个临时的住宿中心，居住着库尔斯克地区1万多名的居民，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来自苏宅斯基区扎莫西吉村的佐洛塔列娃和他的儿子花了2天多时间才到达库尔斯克临时住宿中心。一路上，佐洛塔列娃接了邻村的亲戚，却没能接到距离边境仅7公里宫恰洛夫卡村的95岁的阿姨。她说，乌克兰武装部队用无人机无差别地攻击了所有试图进入村庄的车辆。周日，哈尔科夫军民管理局在审问被俘获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军官后表示，乌军正计划对扎波罗热核电厂和库尔斯克核电厂攻击进行准备。俄罗斯国防部和俄罗斯外交部也通过独立渠道得到了同样的信息，两个部门都发表了对此的严厉的声明。据官方信息，乌军准备试图采用战术核装药和50吨炸药对库尔斯克和扎波罗热核电厂造成损害。在核电厂危机的态势下，上周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进行了电话的交谈。利哈乔夫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近期访问库尔斯克核电厂，并评估核电站周边的情况。格罗西表示愿意参观核电站。俄罗斯国防部强调，如果基辅政权开始实施请袭库尔斯克核电站的计划，俄罗斯将立即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进行报复。专家认为，有关库尔斯克的战局，乌克兰军队正开始拉长战线，这意味着乌克兰军队很快就将出现漏洞。目前，俄军从苏甲东西侧翼建立突出部，并从乌军控制区中部分分割推进，逐渐分割形成东西两翼的区域。这些战斗主要由俄罗斯格鲁乌特种旅和顿巴斯民兵旅团担任。目前，乌克兰军队采取瓦格纳的战术，特种部队化妆成俄军和老百姓，对俄军的后方进行袭扰。关于俄军库尔斯克边境弃守失败的原因，俄军高层信息领域的争论仍在继续，其中有人认为这是阴谋。据多个电报频道称，此次失败是俄罗斯国防部清洗行动的回应，目的就是通过失守库尔斯克地区达到解除新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职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